他来啦！谁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肯定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哦，难道是他？这个巨人僵尸？好像也没有很强吧。磕头生菜让他寸步难行。KO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我玩的是剧院惊魂，最后的 BOSS 已经挂了，最后剩下的几个僵尸也全挂了。为什么我还没能通关成功？这就很奇怪了，僵尸明明都已经打完了。这又是什么奇奇怪怪的 bug？ 还是等等吧。Few inches later， 还是没有反应啊。哎。让聪明的小鬼头来分析一下，刚才过关的时候，我看见有饿狼小鬼在往外面跑了。你不说我还没注意。哦，后面还有饿狼火把僵尸往上跑了，是不是他们搞的鬼，所以我们才过不了关？有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要么就再来一次，要么就换一关呗。那就再来一次。哦，向日葵安排，磕头生菜安排，苹果迫击炮安排。Meanwhile， 差不多了，打完这个巨人僵尸和小丑僵尸，应该就可以过关了吧。怎么还是过不去啊？我也是服了，事实证明和你刚才的分析毫无关系，单纯的是 bug 吧。 Hello， 不就是剧院惊魂吗？我换一关玩还不行吗？哦、oh. 这有一个有手就行，我就不信还会卡 bug。 全是巨人僵尸、啊、巨人僵尸怕啥，咱可是有坤坤的。那你火鸡投手主要是打辅助的，重点是超能花菜，直接魅惑巨人僵尸。这么快就最后一波了哟！一波全是巨人僵尸，没毛病啊。火鸡投手好像有点刮伤呀。没关系，只要把巨人僵尸全都魅惑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